如何盖一艘船？那我们来盖一个一厢情愿。好啊，我们先盖底盘，先盖底盘。好。确定要发射你的船吗？这什么意思？不要，不要发射。那个是开始游戏吗？对，那是开始游戏。哦，好。好了，为什么你又有桅杆了？你刚刚去修杆了吗？你的保护图会消失啊。是哦。要放保险。多多益善吧。我这边有大椅子，没有拖椅子。椅子，坏椅子。好大的椅子哦。好像棺材哦。嗯。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动力？我没有那个引擎动力。哦，有了，找到了。我们的船还没成型。有，天啊，我在跑酷，成功了，我上来了，还有，好吗？要不要开始了？等一下，我还没盖完。要不要让这一次的船可以成功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们点一个大赞。他们已经帮我们按了两个到站了。我盖一点宝箱，这样子更稳固。我盖一点宝箱出来。哇，这傻小。一字马哦，我们是不死鸟哦，还是我们的船还没有成型啊？我们这个有船可言吗？这个只是垃圾堆而已吧？我知道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放满。门他妈是盖在空中的哦！给你这个啊，给你放下门了。这可以用吗？我的手那么短。这边有生锈的红柱子，这边有红锈柱。我会放一点红锈柱。你把它放在那个前面，让红锈柱先被撞死，好不好？不能捡呐、啊！好，我们开始吧，哎，干！哎呦呀！就是好像全部垮掉了啦。为什么？老板，我卡住了。你在哪里？我飞走了。我独立了，我独立了。你独立了，你独立了。你看到我吗？我是张开陀螺。你是稻草人。哎，我是稳的啦。你有没有飞起来啊？我是陀螺哎。我看不到你了啦。其他人是超傻眼，为什么有一个？我只剩箱子了，我只剩箱子了。啊，我挂了。